根据九年一贯的一些课程所引link的相关的那个所谓的教案产生器，那这个部分哦，我们会再扩大，然后把它改到我们新课纲，老师们就可以很快的直接在这个产生器里面打几个关键字，就可以产生一些教案，来帮助老师们更快的来上手。格嘛注意，我俩那信息那个如果的，因为我养成八大西医，马上伊滴个难度八大西个那滴拿拉拉个，阿毛扎格嘛滴哒，巴库南个那滴拿拉拉个难度，加布兰安，阿我那国教书个人民巴布兰个那路那信息，马说呀二十一哦，赛古格嘛滴呢八大西个滴个那地理那新课纲格嘛哒，伊滴个让你格如果的难度呢八十八万，伊滴那八大西个那拉拉个，马说古达勒个那路那怎么个个西，阿马说达。马的朱蒙古卡纳迪纳拉拉拉纳德马卡克西，伊迪南多拉达拉达曼诺，伊迪南多卡萨嘎丹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可以先知道，先去了解到孩子的需求是什么，例如说，他今天跟我提到说，他打哪里很有兴趣。其他同学说，老师打猎好像很好玩哎，那你会不会做陷阱？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需求的开始。那有这个需求，我们可以搭配上哪一个教学模组去，这样会更好的。我们一定是把现场老师邀请来参与。这样才能够回到现场，他教学实际上的一个需求哦，我想这个部分是一个根本，而不会是说用只是用学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领纲该怎么去教。那国教署也把这里本干什么？我俩那都在这帮人干那信息，一定那教师真能哦，一定那补充教材干嘛？干嘛干的个那都教案研发也哦，巴里巴给干什么不那巴当啦哦，马说呀嘛的呢，巴斯克嘛那屋一定那都加干什么呢？哦，干嘛注意马说嘛的哒，巴斯克嘛的哒，巴拉达干那都那德玛干西哦，里古达呢，干么大古达巴达西干那的那拉拉干那都拉达拉达曼阿的对比。